了区公所举办区长交接典礼，新任区长柯庆忠与卸任区长陈习辉在台上发表感言。典礼由市府林佑贤副秘书长主持与监交，新北市议员邱风尧、陈景定以及各个里长和学校都派代表出席，将近百人的浩大场面参与迎新送旧的一刻。我要感谢我们所有的综合区所有区民，当然一定包括在场所有的嘉宾，尤其是我的里长好朋友们、好伙伴们，因为有各位的包容跟支持，所以让我一连八个月很平安的能在这边呢跟各位说再见。新任区长柯庆忠原本是民政局的主任秘书，曾经在刑事警察局以及警政署担任要职，在警界闯荡20多年，同时也是台湾首任派驻华府的驻美警察联络官，一路走来积极认真，表现优秀杰出，且具有丰富的实务经历。我会尽速，我会很快的，在各位先进、各位前辈方便的时间，我会尽快的前往拜访，虚心的请教，并倾听大家的建议跟反应，迅速解决问题。那我在此也要恳请我们综合区的所有的机关与学校，让我们紧密的结合为伙伴关系，一如以往，因为我们是市府一体。接下区长一职，柯庆忠做好万全准备，透过自身的法学素养和警政专业，希望能替中和地区打出另一片天。水天空新闻综合报道。